各位麦子学院的同学，大家好。在学习完扩展开发的相关课程之后呢，我给大家留下一个作业。这个作业的主要内容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作业呢，主要是完善一个谢尔分享扩展。当我们把一张图片或者两张图片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实际的处理。我现在呢，希望大家能够将它真正的分享到社交平台。我们将会分享到新浪微博当中去。我们在我们的 iOS 手机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设置界面当中，我们是可以登录一些账号的，比如说新浪微博的账号，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或者是 Facebook 的账号。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新浪微博的账号，你先把它登录进去。当你登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账号来发布一些内容了。而我们使用这种方式呢，我们不必拥有自己的新浪某一些服务器，就可以达到使用我们自己的账号来进行相关的开发了。你可能会涉及到的两个 framework 呢，大概就是这两个，第一个是 account， 另外一个就是 social。现在这是这两个 framework 的路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 social。 第一个呢就是账户相关的，在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获取到我们所登录的新浪微博的账号。另外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社交化的分享的这么一个这是由 iOS 系统集成的，所以你可以从它这儿获取呢，很方便的就进行相关的社交化分享，然后从而完成一个真正的谢尔扩展的开发。大家可以完善它，后面我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 demo。OK。